然后我今天要就分享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72%巧克力、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吃甜食，但是甜食想吃就是，但是有一点罪恶感，但是就很想吃的时候就吃进去了，就是吃到就是身体还是就肿了一圈，对，有没有就是很后悔？吃甜食就变胖。对，刚说要变轻，然后拿巧克力出来，我就觉得很矛盾。对，大家都误会，巧克力不是会胖的吗？对呀、啊，它里面是来自法国的瓜拿那柑橘萃取，然后还有6项专利的，就是专利的一个阿拉伯糖。就像我啊，我这怎么吃呢？吃饭前30分钟之前吃一片，1到2片。嗯，因为30分钟就是让他身体消化。然后就是像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夫妻就很好，就是要喝酒嘛，我们一起喝红酒啊，红酒搭配巧克力是非常非常好搭、啊。对对对，像我们女生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爱吃， okay. 然后就是很爱吃那些巧克力，然后甜点，你知道每天你知道甜点就是女生的另外一个胃嘛，但是吃那些就是对身体其实很有负担。然后其实这个其实我最近也有在吃，然后是我身边朋友都非常非常推荐我的，我觉得它很棒。它这个就是它不像一般的巧克力，它这个巧克力是你想吃你就可以吃，而且它是不会造成你任何负担的，对，而且还可以帮你维持好的体态，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很适合我们就是女生，尤其是女艺人想要维持好体态的时候。然后我还有发现它其实有那个来自于 72% 那种黑巧克力，所以很棒，而且它是那种天然的食材、然后它是来自巴西那边的可可豆、对，所以你可以吃得非常棒。像你知道我们女生就是像单恋嘛，你不知道你会单恋多久，对，所以你就是吃甜食可以一辈子，对，所以也可以让自己心情变好。然后像这个你就是你不知道会等多久，你就也不能吃那些就是太甜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可以帮你就是让你就是漂漂亮亮等待你的真命天子的那一天。没错，因为很多人单恋过程就变胖了，因为他就是吃零食在发射。 对，所以嘴馋的时候你想吃就吃啊，像我真的觉得配红酒好好吃哦。对啊，真的是好搭，很棒，这是可以取代零食的。对啊，可以取代甜食，阿拉伯糖味道还蛮特别的。OK OK。